主料：松仁100克，玉米粒50克，胡萝卜丁2克，黄瓜丁2克，洋葱丁2克。辅料：姜末1克，糖1小勺，豆油1大勺，盐1小勺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2把松仁，2把玉米，2颗胡萝卜丁，2颗黄瓜丁，2颗洋葱丁，1克姜末备用，1大勺豆油煮成热时，放入2把松仁翻炒。待松仁稍稍变黄色后，放入2颗胡萝卜和1颗姜末翻炒，放入2把玉米粒，2颗黄瓜丁，2颗洋葱丁，继续翻炒，放入1小勺盐，1小勺糖，炒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不喜欢甜口的可以不加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